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黑暗与光明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依然是要去外面稍微探险一下哈。那也看到各位兄弟们对上集的留言以及上上集的留言非常的激动啊。我只能说呢，上集的那个找死冒险，是作死冒险吧？啊，关于那个作死冒险呢，我是有分上下集嘛。如果有认真看的人都知道，那为什么要分上下集呢？啊，那就很简单啊，那就是一次录到底的那一种啊，啊，时间太长分段嘛，啊，你们在上集所看到的那些过程，你们在上集留的言，我在下集也不会因为你上集留言就改变啊，对不对？关于那个什么绳索的那件事情，啊，你上集跟我讲说啊要用段才有办法增加音讯，那我下集的过程也是不会改变啊，啊就不知道那些人在想什么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就说啊，老头，我就已经跟你讲过，用绳索要用段才会晕眩，你怎么这一集还是这样啊？我只能跟你讲啊，这是上次预录的，预录听得懂吗 ？You know， 预先录影，预备录影，然后分上下集，不会因为你上集看到了说了什么，我下集就会变得不一样，因为呢，它都是预先录好的，所以说呢，各位观众们啊，不要激动，好不好？不要因为下一集还是做同样的错误感到非常的愤怒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真的因为这样子看不下去啊，不好意思，那就不要看了，好不好？游戏就是这样子啊，看不惯那就自己玩嘛，就这么的简单啦，没什么好说的啊，是不是？好啦，反正呢，今天呢，我打算想要抓一只那个叫做土狼吧，猎狗是不是？我们装备都已经准备好了、那这附近应该会有猎狗可以让我们抓。我应该是念辣狗还是猎狗啊？有点忘记了。啊，反正我们今天来抓一只那一只辣狗啊，我叫辣狗算了。可是看样子好像又不是、欸。那是月月吗？那边看到了。来，有没有看到了？呼呼，太远了。呼呼，先射一箭把你过来好了。有了，生气了 ，no！ 哇，怎么有地精？地精不要啊，地精，你来这里干嘛？地精，这是哥布林啊！我靠，哥布林也太多了吧，而且他们走路超好笑的。然后先慢慢打，我靠，60等的，我靠，不要啊！救命啊！太多了，哈哈哈哈！算了，我先把这只射死好了。我们可以来抓一只地精哥哈。来，这有分吗？颜色不一样的地精。他们走路好慢哦，这样根本就不难打啊。他们在打他哎、他们在打他哎、好笑哦。那就抓你了，再抓你了。你跑什么啊？卖照啊！别跑啊！说真的，不是很好瞄准。不是很好瞄准，要把它拉断嘛，拉断才会加预炫值嘛，是吧？哦，有拉断了，你就继续跑没有关系啊，看你要多久晕一次。来，拉你的头，我都插在你头上。其他动作好好笑哦。要不动了，动了。喵。为什么我觉得我射第二箭的时候，它第一箭就会消失啊？是我错觉吗？对啊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浪费箭矢的、断掉了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哥要把你射死了，好，结束了。我屁，我们还是乖乖的看一下神武图鉴好了。对啊，上面写一个绳索，代表是可以抓的意思，不是吗？他是用什么方式抓啊？用食物喂他？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哎。偷偷打晕你，夺取你的财物。他这边也没有那种图案显示啊，对不对？像野猪这个很基本的，就是用绳索驯服嘛。那这个不是用绳索，不然是用什么？用陷阱驯服吗？想要被抓吗？想要被抓就来呀、啊！啊，两只，三只，四只，
他那个好像用禁锢灵魂石的样子啊。禁锢灵魂石我没有学，好像就没办法抓哎、欸，这到时候再研究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他下面那个绿色的是不是耐力值啊？感觉像是耐力值的东西耶、欸。好，我现在把它放生。我要怎么把它放生？把这皮掉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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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有了有了，一对线缠在他的身上。嘿嘿，哎呦呀！拉断拉断，快点把它拉断！我要跑超慢的。哦，就是这样抓的。玩来入处，来弄个饲料草咯，给你吃肉。你要吃，你应该是喜欢吃腐肉这一种吧？哎、欸，吃腐肉啦！哎、欸，我现在身上没有肉哎、欸。啊，有啦，这里有肉。哎、欸，不吃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你不饿吗？哎呦啊，掉比较慢而已啊。吃吗？哦，有了，吃了。他是吃什么的？他好像是吃腐肉哎、欸。啊，那给你吃腐肉就好了。我现在看可不可以来做一下他的鞍哈。他的鞍找到了，做一下。等下立马直接做完就直接骑上去了。呀、yeah ！做了做了做了，我们骑着他去打个猎好了。我顺便稍微看一下。这个所需要驯服的一些特定的那个能力，这个顾名思义就是用绳索，用肉去抓。这个也是用绳索，好多都是用绳索。这个应该是用魔能，但是用绳索驯服，这也是用绳索驯服啊，奇怪嘞、欸，啊为什么就不行？对啊，这都是绳索的标记啊，还是我记错什么了？对啊。这是绳索的意思吧？他也没有特定的解说这是什么。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抓到了。来，把你给拆了。啊，东西拿回来，我们再来做一下哈。在哪里啊？饲料槽在哪边？饲料槽，饲料槽，哎、欸，找到了。只能做一个啊，没关系。Hello， 新成员你好，来，你的负重只有187，上去又负重了，果然，我太重了，对不起，我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那你只好跟着我了，我们去打他。来，亲爱的，我们需要好好的靠一番了，打这只应该不为过吧？怎么攻击 ？H， 攻击。所以啦，练功时间，练功时间，我最喜欢练功了，我最喜欢练功了。啊！啊！咬他！哦，咬死了，咬死了！哦哦哦，凶哦，凶哦！哦，皮，可是我比较喜欢毛皮啊，一直给我皮不对啊！哦，风干香，哦，解锁了一堆东西耶，优质熟肉。哇，你现在超重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没有升级，你还不升级，我说，哎，这次都给我了，然后肉太多了，帮你丢一块，来 ，Lucky 来，我要帮你取个名字好了，啊，你以后就叫做，叫做什么东西？他看起来非常的呆哎、欸，最近大陆很火红的那只哈士奇不叫拉斯吗？嘿，拉斯，拉斯。不要把什么东西都给咬坏了，拉斯，你的脸看起来很鸡歪啊！啊，上拉斯，我们走。啊，我们看可不可以多抓几只猎狗啊。啊，我们出了一个猎狗大军，超强的。来，咬他 ！Go go go， 拉斯，拉斯上，拉斯上。所以啊，帮忙补一件好了，解决你。哎、欸，还不升级 ，Good boy， 咬他，还是都只有给皮而已。我靠，有哥布林，
我靠，这个哥布林，这哥布林来势汹汹哎哈！哇，他还好，他没有要把我击晕的意思啊！哎，那哥布林很小只，你有时候冷不防的，你知道吗？好恐怖哦！不要这样子好吗？麦亚那些冷不防的突然弄我啊，我会受惊的啊！把它丢掉，太多了啊！你有没有升级？有哎、欸。有就给你加个负重了，不用讲了。然后顺便帮你加个攻击力。拉斯莱，哎、欸，这一只，我靠，116级，岩甲蜥，会不会主动攻击啊？好恐怖哦，我不想靠近它。我们家的拉斯也会挂，拉斯不要拉斯，我们回去的拉斯，拉斯，我们还是乖乖练这种小小小怪的好了，啊，打小怪的那个任务就好了啊，我们不要挑战强大的，啊，我们拉斯会死掉，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拉斯，太夸张了，攻击他，咬他，我们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猎人单位。啊，解决了。嗯，咬死他啊！为什么都不升级呢？哇，他这个右键的咬击速度怎么这么的神快啊？哇，我还蛮惊讶的，这个咬击速度神快哎，是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右键的破坏力一定很强，我觉得啦，一定是非常的强大。我们先把我们的拉斯带回家，然后我们再去找一下我们的树精好了。上次还是有遇到树精的啦，我不相信这次我抓不到树精，一定可以的，一定行，一定行。我靠，那什么东西？我靠，为什么来这边就看到一个长得很鸡歪的东西啊？这是谁啊？收割者死神。哎、欸，啊，东西不给我、哦，哇，我怎么会这？太扯了吧！收割者死神是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怎么情形？然后这个守卫也太强了吧，居然把他弄死了，这太夸张了！啊，前面有一只狼人，哎、欸，不是狼人，月月，这边到底会不会有树精啊？我看到上次那只弄死我们的月尾兽了，我要展开报复。不过真的不好抓哎、欸，那是月尾兽吗？那是月尾兽吗？怎么会骷髅头啊？怎么会骷髅头啊？妖虚哦！哎、欸，他在打那个发光哥布林，我可以渔翁得利吗？哎、欸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很会打，很会打，黑暗骷髅。这黑暗骷髅挂掉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我把哥布林打死了。哇，骷髅也挂，哥布林也死了。哇，太屌了！我根本就是啊，该怎么讲呢？渔翁得利啊！啊，把你弄死了，什么也没有，你就发光而已啊！下面拢毛，你搞成整笑的你。啊，算了，看到有奇怪的东西。好，前面那是辣狗啦，拉斯二代。前面那只是拉斯二代，不是我们要的。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我们把这只打死好了。有，先把它弄死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白蚁。哦，又升级了，超级会升级，这是铜矿石。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太清楚哎、欸，说真的，自己会到哪里嘞？会到哪里嘞？又一只又一只，等一下，那一只是月尾兽，我要报仇！啊，报仇时间到了哈，来，这次我们换这个，
强力的绳索，我不相信抓不了你。我跟你讲，我就不相信我抓不了你，欸，睡不到哎，欸。他卡住，他卡住了，他卡住，他卡住了。先射个十来只啊，跑嘞，欸，报仇时间到了，欸，啊，报仇啦！我真的报仇啦！来来来，欸，他真不想鸟我，欸，他真的被卡住了，哈哈哈，这几只应该可以直接把他弄晕了吧？我们再把石头打破就好了。对对对，把它放过来。呜！哎哎哎哎哎！再一次。啊，它是卡在里面啊，咬我啊！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抓，这个，不能抓，它卡住了。这是一个浪费箭矢的行为。哇，这打不掉啊 ！Hello， 被卡在这里寂寞吗？这只鼬尾兽没办法抓了啦，它终身卡在那个地方了。恭喜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咬啊，咬啊，啊！我来拯救你的啦，浪费我一堆有的没的。算了，这只无法救，它卡住了啊，这个我无法救它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只好再继续找啦。啊，在广大的森林里头。啊，雨也停了，雨过天晴了，我们继续往这边走看看好了。哇，这 ，Oh my goodness！ 等一下，还有哥布林是哪招啊？我们也可以抓半人马嘛，您说是不是？不过我们要先把哥布林弄死啊，半人马在哪？在下面，高低差打法应该 OK， 不过哥布林必须先死，我怕他把我挤晕。好好好，半人马来，半人马是吧？这样不能抓。有人说高低差打法，这高低差要怎么抓啊？他重点是他要跑很快，我射他也没绳子啊，不是吧？对啊，嘿嘿嘿，这个要怎么抓？重点。那边好多绳子哦，很可惜，不能沿用在他身上。哎呦哎，哦，找到新的方法了，但这个角度有点不好抓就是了，这需要一个神角度才行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算有吗？哎呦哎，太丢了，我们至少弄个六七只吧，一次把他拉晕。他这个绳索应该没有时效限制啊。只是没中，只是没中的意思。有叫声才有中。哦，有这个有中。再来一点。这个不行。有有，这边有一只。好，这样应该够了吧？哎，卡的好啊。Hello， 是不是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啊？我摄影的小鸡鸡。好了，我该怎么释放他呢？欸，他不想动欸，他都这样子卡了。哦，哇，拉了这么多绳索，他居然还不晕倒欸，真的这个是有点强哦。我说真的，这个有强到哦，拉了这么多绳索还不晕，这个半人马果然非同小可啊。你可不可以试着往另外一边跑啦？啊，看哥布林，这种哥布林最恐怖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多只哥布林啊？怎么被挤晕的都不知道欸？这哥布林看起来非常的 happy。啊，不要！啊！やめてください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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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次非常的顺利，我们成功了，耶！我们有半人马了，给你吃饲料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吃什么啦，有障碍物哦，随便丢随便丢，这个吗？
什么声音？一直有很讨人厌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好像有图鉴可以看半人马吃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带半人马回家也是不错的选择啊。半人马在哪里？半人马莉莉的，我们没有把他杀死过。他这到底什么标志啊？一个很像剪刀又很像肉的东西，特殊肉吗？对啊，他还是不吃哎、欸。为什么你还是不吃？那我给你吃，给你吃肉。哎，这家伙吃肉，这家伙吃肉，哎，这么的简单啊！原来他要的不多这样子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不要吓我哎！你会不会吃烧肉啊？煮过的肉你愿意吃吗？看我没有大腿肉，有的话就好了。这样子要抓好久，说真的，我想要先把对面的哥布林给打死，实在太磕巴了。对面的哥布林在嚣张，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嗯，怎么没看到人了？躲起来了，哦，在这里啊。Hello， 细鹤，我要知道怎么抓啊。才这样子而已、欸，驯养家好少哦、喔，一定有他特别爱吃的东西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啊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靠，那什么东西啊？我等到一半，有东西在飞，双足飞龙。干，等一下，不要再说给我出双足飞龙啊！我没有那时间跟他玩双足飞龙啊，我没有时间跟你玩双飞啊。现在怎么情形？怎么办？我开始担心，我等一下有没有办法回去了。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， 打不打的已经是个重点啊！我想说，我要不要为了保护他，我可直接跟他开干？会不会打不赢？要开干吗？啊，我的火球术干得赢他吗？不过我要先吃饱才行。来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哥上了，我负重来点一下好了，打不打得赢啊 ？Hello， 烧了你哦，其实也还好，其实也还好，先把你杀了再说。哦，太好太好了，至少拿了个图鉴了。看，在这边遇到双足飞龙，哦，还行还行，我们先抓半人马之后再说啦，这个实在太恐怖了。2000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！呜，我们抓到了！不行哎，那到底要怎么抓你啊，大哥？我们到底要怎么坐上去呢，哥哥？嘎嘎，你说我要怎么坐你呢？它上面没有任何一个数据是可以骑你的哎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种东西是不能强求的嘛。我们刚刚驯服了之后获得的图鉴，看了就知道了，在哪里？答案是他不能做的，他只能跟着我们，好吧？我们回去了，总有一个方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爱的半人马哥哥，来攻击他，让他知道我们的强大。哦，37，哦呦喂啊，哎呦喂啊，哦，凶残凶残，很凶很凶，这个我可以。然后呢，攻击力、血量都还蛮 OK 的，我觉得我玩这么久，第一次抓到一个至少能力是中上阶级的宠物哎、欸，来，我们先把它带回家，先把它带回家，先把它带回家。很可惜它不能坐骑啊，太可惜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啊，有了强大的这个强大的生物呢，就是丢啊，遇到什么都不怕了，更何况是月尾兽啊，我不怕月尾兽了，我也不怕树精了。我们有可爱的，以后你就叫什么名字呢？那边什么？那什么机？那什么机？我们看一下那什么？哎呦，那什么机？会飞？双头秃鹰？哎，下次再遇到你，我们可以把它打死啊！拿它的图鉴，可是它飞太高了，这射不到了，飞太高了。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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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射它，拿它图鉴，快点！我们拿它的图鉴。攻击他，攻击他！白天的，
搞到白天了。我要你的图鉴。射到才有鬼，算了。他刚明明还下来说，前面那什么，怎么这么多只月尾兽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有点危险。既然你都出现了，我们要不要来抓一下啊？三只月尾兽，哎，我的半人马会不会死啊？靠北真的来了 ，no！ 大哥不要，哎、欸，干开干了开干了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救我们家的这一只，哎、欸，我们家的这只会死啊！啊，我的半人马，我的半人马干！哎呦，我辛苦抓了半人马，就这样去了，哎、欸。砍死你，砍死你们这些小王八蛋！我要报仇。算了，不报仇，我要走了。我装备坏掉了啦。不要啊，大哥！啊、嗯、！OK， 我们又回来了哈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那刚刚走错方向了。好，这边是不会到我们家的，我们应该要往这边走才对。抱歉，我错了。啊，这里才是最安全的。知道吗？来攻击一下，好好训练你一番。啊，砍一下三十几滴，可以的。打爆你 ！Yes！ 啊，是时候多多做训练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强大的训练啊！我们走前面的啊，对，这个地方我看到房子有没有？我们要回家啦！啊，对哦，你之前叫大哥哦，后来因为回档的关系啊。来来，大哥啊，你以后就叫大哥了。我们今天抓到了拉斯跟大哥，不错不错。啊，再接再厉，再接再厉。下一集呢，就月尾兽了，不用讲了。OK 啊，今天我们成功抓了半人马跟这个土狼哥哥哈、啊，拉斯跟大哥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冒险旅程啊，虽然有点崎岖啊，有点困难啊，有点让人家不是滋味。不过呢，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些事情了哈。啊那之后呢，会抓更多的恐龙，不是恐龙啦，这不是方舟啦，啊，将来会抓更多的生物哦。那各位敬请期待啊！如果玩到了一定程度，老头觉得没什么可以玩了，可能会直播《黑暗与光明》的伺服器吧，就是去别人的伺服器玩啊，希望可以比较有趣一点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《黑暗与光明》再见啦，拜拜。We'll be right back.